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时道聚焦》。呃，很抱歉，刚才那那第一期节目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，这个麦克风没弄好，大家听起来是空空的，没有直接从麦克风录进去。那、呃、奥运会，这个是奥运会开幕的时候，七月二十三号，当时当时呢，日本人用了无人飞机在天空中摆出来图案，相当超。 相当科技的，包括呃一些什么运动项目的这种表现都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一开始不太没有明白，我说怎么会打这个？我以为是打幻灯的幻影幻幻灯片，打在空中，它打在哪儿呢？这是我没有明白的。后来才知道它是无人飞机，用无人无人飞机组成的。呃，但是当我个人听到之后，我感到非常恐怖。 那这是我个人感觉到恐怖了，就是它为未来的人类呢、呃，创造巨大的麻烦，就是在未来的世界在正常的一个社会中创造巨大的麻烦，带来了一个真实版的可能。大家去看到很很欢很欢快的时候，结果在今天的另外一个新闻中，这个这个今天不，其实不是今天的新闻，是昨天发生的。 也是日本的，日本的游轮在阿曼的外海遭到了无人飞机的袭击，啊、呃，大概是有两个人死了，其中两个船员死了，一个是英国籍的，另外一个大概是科威科威特的，而它本身呢挂的呢是利比里亚国旗，利比里亚应该是北非的，在世界在世界上的。 这个海运呢，有一些它特比较不一样的规矩，在船上，有船员来自于世界各地，而它各个国家的船就是游轮的本身，悬挂比较多的利比里亚、巴拿马，它并不一定它是日本游轮，但它不一定悬挂日本的国的国旗，这些是有它规定的。但是我个人的我个人的感觉呢，比较恐怖。我今天看到呢。 是美国的里根号航空母舰，这个这个打击群来到了阿曼外海，为日本油轮护航。这是我个人看到非常恐怖的一面。